我们终于来我们的工地现场，看一下，我们快来看。哇！哎，我从小在这边长大，哎，这就是我们阿公留下来的房子。然后我们之前都是在二楼的工作室，然后我们现在终于有能力来把这边整个装修。我们先会先拍一个 before after， 然后这就是我们改造前。这边是不是真的超大？哎，真的很大。应该是楼上的五倍。对，如果厂商有看到，应该会赞助我们一些东西吧。而且这边会这么大，就是因为这间我阿公之前是一间一间把它用成包厢，大概有六间包厢。啊，以前在做什么？以前在做酒店。阿公，你干爹哦。我阿公后来就没有做，就换成我爸爸把这边整修，然后做那时候很流行那种卡拉 OK， 有点一代传一代的感觉。哎，所以传到你是第几代？第三代。那你有想哭吗？你好像眼眶泛泪。不会啊，这也是该处理一下。反正就是现在交给我，然后我们超级期待之后就是一步一步，就是我们之前完全还没拆掉的时候，然后现在拆完了，然后我们都会慢慢记录给大家看。现在是第三代的媳妇在这里巡查吗？哎，这边真的超级大。哎，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格局大概会长怎样。美睫跟眉毛，一个是我们总裁的办公室，是我吗？本人总裁。这边应该就是美睫的初步保养区，然后最上面的美睫，这里我们最特别是我们会有一个摄影区，毕竟我们是很专业的 YouTuber 跟 KOL， 我们很多商品需要拍，所以我们想要让大家呈现一个最好的照片，大家敬请期待。你看外面的伙伴还在辛苦的加班中，那我们现在跳一下，我们就会到用地板的那一天。三跳。今天要拆除地板。Hello， 经过了大概三四次的施工吧。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正当我确诊没有来帮大家记录，我现在来看一下，带大家来走一下我们现在到哪里，来参观一下你们的工作室。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现在的进度，就是已经把全部的地板敲碎。哇，这个是等于是瓷砖山啊。对，大工程呢，我花了不少钱呢。往原本，我刚说往棍。原本是整个是隔间，然后上面有加高，上面有天花板。以前是我爸在开歌友会的，有舞台，有整片的镜子，有吧台。以前是我们阿公在开酒店，开酒家的部分，所以里面都是一间一间的隔间的包厢。这样转折会太大吗？这变孙子在做美甲，我有觉得蛮感人的。哎，我的干妈都是酒店干妈嫂。这边还有流出一些历史，每人100元消费啊，一首歌要多少钱？因为我们小时候等于真的是在这里长大的。对，我带大家来看一个很酷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在这边写同学的电话，写的电话都还在上面呢。不知道20年了，他们换电话了没？大家看那个图案就知道，这个部分以前是一个舞台，我们就会在上面跳恰恰之类的。在更小时候，这个房间我们也都住过，一间一间的。我们在这边玩人体叠叠任务，我最小，他们一样在最小，然后我的手在这边骨折。大概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这边会有美睫、美甲跟保养的系列，然后还有雾眉，然后我们会有我们的金丝一家小小的工作室，办公室就在这边，没错。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摄影区，我们之后也会商借，然后或者我们自己使用。等于是你们就是什么钱都要赚，就对了。没有啊，主要是我们自己本身需要用到，我们想给大家更专业、更好看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就再期待一下，我们下次回来看一下改造到哪里。OK， 隔间已经完成打底了，之后就是隔间的。我们现在已经把轻隔间的这个要定这种隔间的板子都定好，因为我们有安排好之后要装冷气的时间，所以我们一直吹，一直吹，吹，快点干。再来就是那个水泥土防水的部分，对，剩地板，然后到时候地板会再录给大家看。就从这里拆掉到现在已经差不多，应该完成一半，差不多了。感觉快好了，终于。加油！全烧一半了。很有默契。那我们就等下一次已经快好了，就带大家来看路。没错哦。我们又来到了工地。今天是6月8号，
我们的进度已经就是到水泥的泥座的部分了，我们可以带大家进去看厕所的部分。哇，这边已经开始架这个隔间了，哎，慢慢有起来的感觉哦。现在是要看厕所的部分。现在师傅在帮我们装门了。这本来是打掉的，对不对？先把里面有隔一间。然后把它打成大结。这是老旧的厕所吗？整个翻新砖啊地全部都重用。老板娘巡场完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我们下礼拜带大家回来看，应该整个隔间都好，跟地板也都恐吓。天的水泥差不多了，然后礼拜三就要进场，天花板跟隔间。的新店面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半成品。但这样光看半成品都很漂亮嘞，就是拱门啊，韩国咖啡厅 ，you know。因为我们之后还会有一个完整的介绍，让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门面。而且我们要开箱的不只是一般的工作室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们这次要开箱的是智慧工作室。拍手。真的是现在需要拥有智慧吧？而且大家一定不知道什么是智慧，连 mini 也没有。我们一二三一起进去看什么是智慧工作室。一二三，我们到了智慧工作室了。那为什么叫做智慧工作室呢？因为我们工作室选了一些智慧家电，都是台湾大哥大智慧家庭生态系的家电产品。拍手。而且这个 APP 啊，它是支援跨品牌串接台湾大智慧家庭生态体系，目前总共有十几个品牌哦，就不用像以前我们只要买一个智慧家电就要下载一种 APP， 现在一个 APP 就能搞定所有，太方便了。而且这样就很一劳永逸，只要你在 APP 操作。哎，你刚是走音吗？你在，而且很棒，没有智慧的人，没有智慧的代表 mini 噔噔噔。而且它可以远端操作，就算我在家里，我只要开启 APP 操作就可以操作我们的工作室了。现在夏天到了，我到工作室之前就会先打开冷气跟电风扇，让室内先循环降温，这样一到工作室的时候就可以是很凉很舒服的状态哦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舒适的休息区，然后兼是拍照区。哎，好像很舒服耶，会不会太专业了？因为我们这边空间很大，想要让大家有点舒舒服服的感觉。这里就是可能客人一进来，然后如果有人在做美甲，他们就可以在这边休息，然后等美甲师帮他们做美甲。然后也可以躺在上面睡觉吧？可以玩手机。这边是我们的美甲区，然后我暂时先放一个座位，之后可能会请人来跟我们一起做美甲，所以到时候可能会摆个两三个。这边是一些小摆设，还有一些我的在用的美甲的工具。来，总裁请进，我们秘书带路哦。总裁很凶哦，不可以等他哦。这是有点带私人情绪吗？这是我们半成品的工作室。对，这个门来，头还可以伸出来。抠。我平常就是会在坐在这边回一些美嘛，一些厂商的邀约。但是我在回的吧，你是总裁耶，厂商不要回吗？哦，对，秘书。记者秘书。我先收信一下，看有没有厂商给我们。来，我们来先看一下，这是空的吗？假的。这里只是打出一个样子，我们之后会把它用的很豪华的。现在就是样品屋的概念。对，你会有咖啡机、音响或者一些按摩椅啊。哎，我们这里就想 IKEA 样品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反正现在就是样品屋的概念，然后之后会再慢慢摆很多东西进来的，就变真正的办公室。对，总裁旁边那台东西是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问对了。台湾大智慧家庭 APP
也可以一键串接 Google Home， 就可以透过这台 Google Nest Hub 第二代来声控家电哦。拍手，太方便了。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怎么操作，来，我们请我们的小助理金氏媳妇，欢迎小助理，快来帮我们示范。帮我开冷气。好，正在把两部智慧家居装置打开。25度，没问题。正在将美甲区冷气设为25度。没有变凉了。啊，电风扇呢？要不要试一下？ OK， Google， 帮我开启电风扇。没问题。正在把艾美特立扇打开。有没有凉了？哇，很厉害呀，这个智慧家电。哇，好凉哦！老板，这个电扇太厉害了吧 ？Google Nest Hub 第二代是台湾大哥大电信独家贩售的，有了它真的很方便耶。没错，它就是智慧家庭的控制核心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声控，请语音助理帮忙哟。再来是我们的沙发区，还有一个很智慧的东西，温湿度感应器，我们把它设定成26度，达到26度的话，它就会自动帮我们开启电风扇跟冷气，又超方便的。还有这台，爱美特立扇，超美的白色的，就是看起来很高级，超级适合放在我们工作室，就是北欧风。除了开关以外，还可以声控它的白头或是不同模式哦。我们还帮它取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，叫做小可爱。OK， Google， 启动小可爱白头。台湾大哥大的 APP 超级厉害，它还可以设定情境模式，只要我设定一个模式，它就可以打开电风扇跟冷气。像是 OK Google， 帮我打开好热模式。没问题，正在启动好热模式情境。你们看这台的森宝智慧空调，它有专利的技术，要让空气更加湿润，不会让皮肤越吹越干，就有点保湿的效果。而且它有脱臭、抗病、除菌、防霉的功能，可以减少美甲的伤害哦。像是在做指甲的过程，会有一些粉尘或者是指甲油的味道。这台冷气会让我们维护客人和美甲师的空气品质，让我们更安心、有好的新鲜空气。这台冷气还有一个新功能，极冻双洗净，新科技，大多数的品牌都有室内机的自洁功能，而这是台湾第一台可以自己洗的室外机空调哦。提醒大家，此功能可以轻松做到日常保养，但不能完全取代大保养哦。森宝为86年的老字号台湾品牌，最了解台湾气候，所以冷气有专门为台湾潮湿气候所设计的七大荆棘防锈设计。如果有在观望智慧型冷气，可以参考我们用的这台哦。噔噔噔，也可以上森宝的官网逛逛看看哟。最后，我们准备了这个艾美特手持 mini 充电扇，要来送给大家。好 mini， 好可爱哦，跟 mini 一样。可爱。只要你按赞留言，都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个小礼物哦。而且有四个颜色，是不是超可爱？而且它虽然小小一只，大家听它的风速，它有3段4哦，很大声，很大声。你看 mini 整个头发都飞起来，很凉很凉。现在只要在买凤购物，然后买艾美特立扇跟 Next Hub 的组合，输入我们的折扣码，再折599，很多很多很优惠。这样等于是6折哎，也太便宜了吧！而且大家抽6折，还有留言刷起来，就可以抽到这个。超可爱哎！真的想要拥有这个智慧家庭的朋友，真的是要趁现在这个优惠，直接好入手，很划算。那我们就把抽奖资讯和更多详细资料都放在资讯栏里哦。我们还有一集就是完整的工作室整个 tour run tour 吗 ？tour， 要带大家 tour 一遍 tour。烦死了，就是这样。反正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开箱，就是把全部的细节介绍给大家。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门，我们就是故意让大家期待一下的，没有一次给大家看完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工作室那集再见咯，拜拜。拜拜。
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订阅。